近日 ，Adele 离婚后首发长文，在31岁生日之际宣布即将发布新专辑。据悉，阿黛尔新专辑名为《30》，风格是电子舞曲风格，令人很是期待。消息一经发出，网友们纷纷留言：“哇哦，我醒了，我要追星了！终于有新专辑了，终于可以听新歌了，感动！哪天出新歌啊？我要看着时间等着。”阿黛尔称，我31岁了，感恩上帝。我在30岁的时候很努力的生活，但我还是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实现我的梦想。一起期待阿黛尔的新专辑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